们带来关心的就是呢，美国跟中国的国防部长呢是在柬埔寨会面了。那么谈的是哪些呢？我们带您来进一步关心。就是我们知道呢，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跟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呢是在柬埔寨这边呢来碰面。那么特别的，大家关心的就是提到呢台湾的议题。那魏凤和中国的国防部长也强调说呢，台湾的议题、台湾的事务，他认为呢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外人无权干涉。好，那这是呢有关于中国跟美国的防长会面，也是备受大家所关注的。